铁公伯啊，啊，拍摄然后是十三年啦，那很久没有来找你哦。啊，是这样啦，我那个大儿子哦，最近有个那个贼难的哈，啊，希望讲你安尼哦，啊，提供听讲啦，啊，大慈大悲，可以让他这个贼难那个大树化小，小树化无啦，好不好？拜托你啦，拜托吼，啊，真正哦，这样我来跟你好话，跟你感谢啊，谢谢啊。你在拜什么啦？哦，不啦，来来来。嗯，那个这么晚了哦，旅客怎么还没有回来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跟客户吃完饭之后，我就先回来啦。我也不知道跑去哪儿。啊，电都没还哦。哎呀妈，你放心，瑞克答应过我，他绝对不会出轨的。大嫂，我妈的意思是说，伯父算出大哥有劫难，难道你都不会担心吗？嗯，哦，你们已经知道了。哎呦，但这种代志根本当问话，这个事情就是要讲出来，大家哦，啊，你共同来欢乐，大家同齐来面对。妈，你先不用担心了，我跟我爸呢已经买那个黑曜石，那我今天在上班的时候已经偷偷摆在瑞克的公事包里头。哦，我想多多少少应该可以挡一些煞气。那要买大的还是小的，还是要多买几个啊？你买一整组好了。哦。你看你那个黑钥匙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要随身哦，哎，放在身上哦，在啊？什么黑钥匙？不是啦，啊，不是爸那个算出来你有劫难吗？他叫我去买黑钥匙，那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已经放到你公事包里面去了。啊？这个哦，大哥，你现在是家中的中间分子，你千万不能出事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是你好的很。好啦，我不是安尼讲啦吼，反正就啊，都生出来，恭喜安尼吼。啊，嘛唔知讲你这个结束到底是血光啦，还是车光，还是水光，还是身体上什么病痛有没有？这嘛，那嘛唔知啊。我身体很好，真的。大哥，天有不测风云，现在过劳死的人也不少，你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。嗯，对啦。今天送出来我们就防患于未然嘛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会自己小心注意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明天就要情歌对唱大赛了，那个30万现在奖落谁家那还不一定哦，妈，我们赶快进房间加紧练习一下，尤其是我们那个秘密武器哦。可以，晚点。那你明天也要跟国豪好好的加油，一定会的啊！你加持。郑强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大哥最近怪怪的？他有正常过吗？